乐会将由高雄市立交响乐团驻团指挥杨志清担任指挥。我要在这里恭喜高雄市立交响乐团的朱执行长，他慧眼独具，为乐团挑选这么一位杰出的驻团指挥。我相信杨指挥一定会在4月9号的音乐会以无与伦比的才华和热情带领高雄市立交响乐团完成一场无懈可击的演出。我希望那些有机会在艺大世界或在电视上观赏美国之夜音乐会的台湾观众会喜欢这场史无前例的音乐会，因为你们将会听到并了解到为何乐评家会把 Mr. Maynard 评为我们这时代最伟大的低音声乐家之一。你们也会对 Mr. Olson 绵延不绝的创造力叹为观止。这次呢感到非常的荣幸，可以接受到 Eddie 的邀请，还有各界朋友热情的支持，以及呢他们所邀请的非常杰出的两位音乐家 Mr. Maynard 跟 Mr. Olson， 对，他们是非常杰出的两位音乐家。我非常期待呢在这次的演出可以跟他们有非常精彩的演出。那这场音乐会非常特别的就是它的曲目上面呢非常精彩，它包括了两位最重要美国的作曲家 Bishwin 跟 Copen， 他们非常精彩的曲目，然后包含了美国最具精神的黑人民歌的歌曲，再加上跟高雄室内合唱团王老师所带领的合唱团员，我相信呢这场演出在内涵上面跟精彩度呢一定是可以让大家非常满意的。There's an old man called Mississippi, that's the old man I don't wanna be. What does he care if the world's got troubles? What does he care if the land ain't free? Old man River, old man River, he must know something, but don't say nothing. He dressed his rolling, he keeps on rolling along. Don't plant taters and don't plant cotton, and them that plant I'm more